下个动作，演两枪，劈腿上步，一、二、三，这样四十斤以后，要黄龙三角水，这样绞着倒步，这样绞着倒步，倒到最后以后，往前荡一枪，好，用这个撑把向前倒，再往前荡一枪。 就往左荡一枪，然后又往右荡一枪，加上崩枪。完了以后，半个五花，就半个五花，要太空鲷鱼，这就像太空鲷鱼一样，然后转身回马枪。 就摆一个这种动作，对方来的时候，蹭荡枪，跳步，回头扎一枪，要回马枪，然后收枪。